今天的话我们又换了一个亿的缅币来收货，最近两天都没有开播，因为我要收大量的货，因为市场上的话货会比较难收，所以今天我们就集中到了这个档口，这边的话也约了特别多的货主，非常有实力的货主，这样我们收到货的话它的丰富度啊还有货品的种类都会更加齐全。来看一下，这里边就是一个亿，在缅甸装钱的话都是一装一麻袋，那看一下这种一沓的话是1000万，然后这些的话待会儿呢我就会过去给他们收货，收完货谈好价之后呢就拿来登记，登记完之后的话就会把这些钱的话结给他们，所以我们在缅甸每一天的话都是现金收货现金买断，所以根本不会存在你们所说的买贵了买假了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拿我们自己的钱真金白银去买的。好的，我们现在要去收货了，这些钱待会儿就不再是我的了，拜拜。